我或许还在找能连接到明天的管道，想要安好的封闭和弦，得弹到第几遍，多寂寞才收敛。假如每次离别是真的，那人们为何还没绝望？我敢闯祸，我敢放纵，我思考，相信世界会为我骄傲。叛逆也对，顺从也对，都不怕被逼。我在这里，我很好。都在寻找自己，这应该算我今年最满意的作品了。给你掌声，给你两个赞，四个赞。